来，就一人骰哦，你骰越多倍数，你的奖金越高，他们拿到的数字球就越多。先两千，高一点。六六就一万二，六就一万二，小心不要让电灯哦。五六天乘以，五六天乘以，五一万。真的一万块，给力啊，给力啊！哇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年发大财！谢谢王恒泰，我的第一个红包，很棒吧？很棒，谢谢你，是真的，上次送的都送真的，哎，这个比我通告费还高哎，我每次通告费都只有1500，因为他宣传，因为他说宣传，我怎么能？哇！我拿到一万块！OK， 拜拜。哎，鬼鬼就当这个，拿一万块就开心的走掉。对，哎，我希望可以六。一万。没有，你给你，不要，先问很多钱。来，这边一万二，算一下，拿起来看一下，是不是真钞？好夸张哦！恭喜啦，今年的开门红，对不对哦？那个开春立刻获得最高奖金，12000块，恭喜大大啦！恭喜大大！来，骰子拿来，这样就过了，这样拿钱，当就过了，这样拿钱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怀疑的有什么样子？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幸福来临的时候，你是没有感觉的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底是2000，甩到多少就乘上去，对吧？甩到六就12000。哦，好 ，OK 哈。好是 OK， 好是 OK， 八 K。幸福有啊，幸福来临的时候，你都不相信说这就是幸福，先给你。真的啦，新钞啦，红包位一，你是过了多少五次？不相信这种啊？对，好苦，对呀，你看，去上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上这个有没有受伤？然后通告费又少，对，然后要花很多时间，就学习新东西嘛。哦，8000，那边是8000，好，来，你可以摸球，可以吧？可以。要干嘛？这样干嘛？四个嘛哈，四个哦。五，再一个，跟我好了就零，好，多零啊，三，零三五，哎呀，三零，来一个八，我想要一个八，想要一个八，二零二三 ，OK。好吧，那你就继续喝你的咖啡，怎么样？今天有聊，就这样，有聊天的，聊天有聊出什么样的春天吗？聊天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没了，继续，真的，这样爽吗？就这样，真的是吧？好，去，开心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别吵到我。到底会是到底要干嘛？我怕怕。而且他就是拿到钱那一刻才松懈，对，才开始抱我们，才把我们当朋友。